大家好，我是奇宝，大家早安。第二天的早上，现在是早上8:20，然后明明就是想说8点要准时去吃早餐，可是睡太晚了。他们早上到9点而已，我觉得这边很好睡。先来玩那个球。等一下，我们想要玩那个，你说那个吗？碰碰球。其实这边可以玩到12点呢，期待很久。我们退房还姐姐，看姐姐跟那个。对啊，姐姐跟谁？跟你啊。他们一直想要看我跟我姐 PK。我这快笑晕了，我姐根本不可能赢你啊！他们的早餐也很丰盛哎，然后他们这边有煎熟的蛋跟萝卜糕，可以用半熟蛋，好棒哦！他们早餐竟然有清蒸鱼。然后还有蒸蛋，我真的觉得太夸张，我超爱吃蒸蛋。然后还有卤肉，然后这个是腿排，香烤鸡腿，然后面包。哎，我觉得很棒哎。那这边还有牛奶跟麦片啊。哇，好丰盛哦。Two hours later， 你们这是香菇吧？啊，对，香菇。对啊。要用撞的啦。好，我当裁判，重来。好，现在是姐姐对抗瓜牛，开始。开始，加油！加油，快点，再一次。等一下，头好痛啊！好，复仇，开始。用力，你的信心呢？用力。累了，就这样。不要掉下去，是你们。哦，放松一下，头好痛哦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就这样。我输了。你不是倒了吗？就这样。他刚倒了，姐姐伤害受气区。伤患受气区。超弱。姐姐刚刚被我撞倒，然后。好痛啊！他说挤压到头，所以现在头很痛。来，当做我自述的呢，但这个吸音啊哦。吸音。爸爸。爸爸，你的口罩拿下来吗？我靠，两秒，快点秒！我给你飞出去三度之外啦。奇宝真的太小看爸爸了，不过爸爸也小看奇宝了，奇宝力气超大。哎，你们不要摔进去这个井里面哦！3、2、1，哎呦，奇宝很像牛哎，爸爸输了。真的是吃素的，起不来哦，起不来呢，漏掉，真漏掉，3、2、1，爸爸太弱了啦，还要比吗？爸爸撞到头，起跑真的太猛了。下一站我们来到了高美湿地，现在来到了高美湿地，然后我们有上网订这间高美湿地的手扒鸡。这边，谢谢。Hi, Merry Christmas！ 知道为什么我要带你们来吃烤鸡吗？因为国外的圣诞节都是吃烤鸡啊，所以体验一下。因为我每次出门都是，对啦，都是吃那个盒菜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既然是来交换礼物过圣诞节，我们就特别一点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烤鸡来了！耶、yeah. ，好棒哦！
我是两个人吃一只鸡，可是因为我们早餐吃得很饱，我们到现在还不会饿。加两个腰啊！赶快！我知道，要自己用。没盖鞋啊？有啊，那冒烟的还没盖鞋，你蛮喜欢吗？你挂手套，你反而都没盖鞋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形容一下 ，Q 弹，不会弹。嗯，汤汁。汤汁多汁。多汁。不要不要，我那边有吃。很好吃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过几天就要2022年，虎年2022年，虎年行大运，大家平安健康耶！ Yeah, 慢慢吃，继续。我等着你播给我吃耶！这位小姐播到一半，她说她受不了了，有点可怕。你这很特体耶，奇特耶，你不敢播，不敢播虾子，她说虾子这样子，虾子也不敢播。他说虾子这样子看起来很可怕，然后他说他以为这个鸡啊是没有手脚的，只有身体，所以他刚刚在剥脚的时候，他剥到一鸡皮疙瘩，然后不敢剥。等下戴手套吃鸡鸡，吃鸡鸡，手扒鸡腿，鸡屁股，鸡屁股，这个，鸡屁股也太嫩了吧，啊，好吃吗？是怎么身体啊？这个也没有了啊？有哦。对啦，有头哎、欸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吃完了好吃的什么高美炸鸡，好吃吗？高美好吃。太远了。哎呀，他偷拿了一只离开。这一间的烤鸡还不错吃，就是它，很嫩。因为我很常吃烤鸡的人，它不会，它不是那种肥的那种鸡肉，它是吃起来健康、韧性有韧性。对对对，吃起来就是是瘦的那一种，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很腻。然后它的鸡胸也不会很柴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胡椒也蛮好吃。胡椒盐吗？黑胡椒。闻到了。抓螃蟹。带袋子，你要抓螃蟹吗？涨潮啦。之前这里都是水。对，我上次来也都是水，那个应该是涨潮的季节。哎呀，就是哎，好多哦，白白的都是螃蟹，它晒干了啦，晒死了啦。哎，没有，它在跑哎。啊，人家是活的。人家在晒太阳。走在这里不会被推下去。好白哦，你看白鹭是。它们白的像死掉哎。哎，看这个红。把螃蟹被晒死就是这样啦，你看。好可爱的招潮蟹。为什么它叫招潮蟹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它就可以把潮招来。哎、欸，不要录我，这没有水准的发言。自己讲完，然后又感到羞耻。所以为什么叫招潮蟹？我也不晓得。谢谢。我只是问啊。你要戴眼镜，不然你会瞎掉。他们怎么会是那个颜色？蓝蓝的，超恶心哎、欸。是不是超恶？我刚伸下去拍、欸。海鸥很可怕哎、欸，海鸥会吃鸽子哎、欸，会吃鸽子哎、欸，海鸥吃鸽子，海鸥会吃鸽子，为什么？我看过影片，它整只吞下去，超恶心的。啊，鸽子也大，对对对，啊就大海鸥啊，它吞下去整个身体都浮起来，超恶的。所以自从那次我对海鸥改观。它是吃错是不是？不晓得，海鸥本来就是杂食性，它会吃肉啊，它是吃肉吃鱼。我一直以为它是吃鱼。只是因为它刚好都生活在海边，所以可能就吃海的东西。但是这些它是会吃鸽子。慢走。哇，谢谢。姐姐要先坐车回台北教书了，辛苦了，你们才辛苦。拜拜。好了，回去开车小心。啊，上车要报备一下。爸爸去逛街吧。拜拜，谢谢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三井奥莱。三井奥莱。然后刚刚我们忘记做结尾了，就是对。这样啦，就是因为我们去湿地公园，然后在那边看了太久的招潮蟹，然后对的，看到太忘我了，对，那边很漂亮。去接姐姐送车完之后，就直接回来这边，因为我们来回的车程大概要一个小时，就比较远，去高铁。然后他们其实已经先逛一下子了，然后我看到这边来，对对对对，对，然后你也词穷，对，我也词穷，怎么办？好啦，其实三角在这边，其实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，因为它不是新开的百货。那我们影片就是这边也不用做什么介绍啦。如果待会吃晚餐好吃的，再推荐给你们。
那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一集就先到这边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、关注、加分享。瓜牛 Play， 我是七宝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在那个三井奥莱这边的啵啵啵。摩天轮啊，摩天轮哦，你有病啊，我已经累到语无伦次了。我没有帮你拍一下侧显，这次来都没有拍到耶、yeah， 跳一下舞啊，笑屁。妈咪真的难得这次特别请假然后跟我们出来，好高兴啊。